差不多了，我们的时间，然后我们要唱最后一首歌啊。这首歌呢，它叫做《最冷门》。然后这首歌在写我们，就是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我们在海边的时候想到的，就是大家都下班了、放学了，然后不知道去哪里，就约去海边这样子，然后就创作出来的这首歌。这首歌叫《醉了没》，然后等一下会有我们来唱歌的部分，然后你们先听，不要再教你吗？哎，要吗？可以先练。好，等一下呢。我会先唱，好，这样听一下。等一下呢，我会 cue 你们唱。好，这首歌醉了没？
就是现在走测验一次，一样是我先唱，然后帮你们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最后一首歌了，不过OK， 那我们最后一首歌，他们还要当火车呢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要不然警察就来找我签名了哈。OK， 我们现在都在惹这种麻烦。快下班了，我们等一下要去苗栗呢，很远的。想到要坐车就累了。有没有那个加大尺码的火车？有没有明天要去台北的？来，我们去台北。有人明天要去台北吗？没有人，都台东人哦。应该明天有人在台北吧？为了你，为了你。哎，漂亮。好，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呢是在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不管是亲情或者是友情或者是爱情，然后离开了之后，其实它还存在你的心里面。然后这首歌，只要我们唱这首歌，都会想到很多人，就是刚离开的人，然后又听到今天又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有的
朋友离开了这样子，其实还蛮难过的。然后这首歌就先给大家最后一首，叫做《还记得吗》。
可以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走路可以边喝边吐。祝大家周末愉快啊！离开的时候别忘了你的随身重要的东西哦，家里的钥匙啊，车子的钥匙。好。